么？来，叮叮叮叮，看给大家看一下。我跟你讲，这个是和我们昨天开箱的，看到吗？然后呢，这个是选女牌特别寄给安迪秀哦，有仙女豆酱。然后呢，他这个呢，为什么他给安迪秀两罐哦？师妹已经看了。一罐啊，一罐是那个。然后一罐呢，是它本身呢是肉啊、就是它本身是绵人，就是里面有的口感的。然后有一个呢，它是有嚼碎的哦。1945年到现在哦，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老字号哦。仙女牌豆酱，你看到吗？这里呢，它是写整粒的，然后这边是写呢，它是碎的哦。仙女牌豆酱，然后呢，它也送了我们仙女牌喜辣辣椒酱哦，然后有仙女牌蚝油，还有仙女牌生抽，还有仙女牌晒油，当然少不了啦，这个是手作品哦，是可以放很可爱的便当包包。等一下呢，等师妹才跟你们讲怎样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呢，赢取这些产品哦。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Merdeka， 就是呢国庆的那个特别呢奖品呢，给那些一路都支持仙女牌的粉丝们呢。然后也可以等一下我会跟你们分享要怎样去参加。我们今天呢要准备一道菜哦，是我小时候哦，安迪叔煮给全家人吃的，就是呢酱香焖酱油鸡。然后现在呢，安迪叔，你看到吗？这边有四个。我烧热水，然后把这个翻烫一下啊。好，我们烧热水，把这个呢鸡腿啊，大鸡腿，四个腿，穿烫一下。怎么要穿烫它哦？我要上色，那个黑酱不上去。我们要先穿烫大鸡腿，你这样看一下，等一下很容易上色啊。先把鸡腿穿烫一下哦，不是煮熟啊，穿烫啊。放下啊。过热水啊，我们把四个鸡腿呢都过热水哦。好了，大家拌完好。等一下呢，我把那个今天为什么这么多臭脸？不知道哦，师妹现在都不去理他了，因为每次无聊的他们，每次粉丝看到哦，很多臭脸粉丝就拼命按来来来按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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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傍晚好，今天煮呢师妹小时候的回忆，香焖酱油鸡。这道菜呢就是呢有鸡，然后呢用酱油简单的食材呢就可以煮出呢平时我们小时候爱吃的味道。那个辣椒很辣，是很辣，妈妈很喜欢。辣椒很辣，很辣。你要那个什么？好，我们先呢把生抽，仙女牌生抽多少呢？我放两汤匙啊。我们放两汤匙的仙女牌生抽，然后记得呢，这四个鸡腿呢，我们有下锅，穿烫哦，不要穿烫熟啊，只是过热水啊，所以呢，等一下容易上色啊。仙女牌生抽两汤匙。加入呢这个刚刚过好热水的大鸡腿，放完好。哟，今天有煮苦瓜，杰西卡，给你五块龟，还有酱油鸡。这个酱油鸡呢，以前丽秀讲哦，他小时候呢，可能一年呢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办法吃到呢，就是鸡鸭。然后呢，鸡鸭对于安迪秀小时候来讲是一个奢侈品啊。可是到四妹的时候哦，妈咪呢就怕哦，我们等下吃不好。然后呢，平时都有煮鸡给我们吃。我给它上色一下啊。我们加入呢适量的晒油，这个是仙女牌顶级晒油哦，我们加入适量哦，让它上色。大家呢可以简简单单在家里呢也可以做出很多呢回忆的味道哦。这师妹小时候吃的，那天才跟安迪秀讲，安迪秀你好像哦很久没有煮一道菜，我们小时候你煮给我们吃的就是酱油鸡啊。然后呢你看我刚才安迪秀特别呢就把这个酱油鸡呢过热水，我们烧热水过热水哦，然后让我们的那个生抽还有晒油呢容易上色。两汤匙的仙女牌生抽，适量的晒油，然后均匀呢抹上在鸡腿上哦，先用鸡腿，四大鸡腿，拌完好啊，帮大家拌完好。今天开心哦，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所以把它给它腌一下，我去炒我的苦瓜先啊。好了，等一下再来焖它。好，我们给它大概呢腌制一个半个小时。本来我是要腌，可是粉丝对很多粉丝可能会问哦。所以好，一边腌看。我们腌半个小时，等一下呢再回来看它哦。我们现在呢要煮一道菜色呢，粉丝们都也和我们一样很爱吃的，就是苦瓜豆酱焖苦瓜猪肉。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拿去旁边先，给它腌制半个小时，再回来看回它。喜欢吃香焖酱油鸡的粉丝们呢，记得分享给家人们跟朋友们哦。可以呢把这道呢师妹小时候安迪秀煮给我们吃的味道哦，可以呢跟家人们分享。是听我声音很亮哦，应该听我声音不会睡觉啦，会被我喊醒啊，会吓死。好了，我们现在准备苦瓜在这边，快归。这边很多苦瓜嘛，米这边多少苦瓜？四条苦瓜。你看安迪秀呢切成有点像丁状哦，丁状的苦瓜。爸爸讲煮多多要带给妹妹吃。因为什么？因为妹妹很爱吃，五妹的最爱。然后准备多少的猪肉呢？准备多少的猪肉？一公斤的猪肉哦，哪里个部分的猪肉呢？猪颈肉。猪颈肉，我们今天准备了一公斤的猪颈肉，喜欢呢吃豆酱焖苦瓜猪肉的粉丝们呢，可以分享给家人们跟朋友们哦。然后这道菜呢，相信很多粉丝应该会很想念，因为弟秀之前煮过一次。是李红讲，怎么又是猪肉？因为要吃苦瓜，然后配猪肉配鸡，好吃哦这个。好，我们现在呢先烧热油，要把这个是猪颈肉，一公斤的猪颈肉啊，一公斤。我们先烧热油。要把呢安哥先帮我们切好这个蒜米，看到吗？切好的蒜米呢，然后我们要下锅翻炒哦，给它爆香，拌完好，大家拌完好。弟兄呢现在现场开豆酱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开的这个豆酱呢是颗粒的，这个是昨天这个是安弟秀呢他昨天开收到呢就开箱了，然后跟粉丝们分享。哎呀，妈咪有办法这样开耶，我开了，师妹等一下怕等一下连电话也掉下去，那就打到电话，等一下电话又回我每次电话吼掉一下都下，妈咪你已经开了，其实不是下面，我是讲这个哦，这个下面哈，还是我吼等一下这边啊，电话等一下，然后呢师妹开一下，刚才师妹拿错地方了，这样子轻轻松松就可以开了。来，这样转。看，继续。这个放下去啊。我们爆香蒜泥，然后一公斤的猪颈肉，是心里还送很多那个酱料来哦，要打广告一下。谢谢他送很多酱料呢，给我们呢煮很多小时候的味道哦。把猪颈肉呢炒香哦，这个猪颈肉一公斤需要先穿烫吗？要先穿烫先哦。大家，安弟秀这个猪颈肉有特别穿烫，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它里面的豆酱呢，我们刚才开的那一罐呢，它是颗粒的，看到吗？很多一粒一粒的，都是满满的豆酱。然后这个之前呢我们吃的时候呢它是偏咸的，所以大家可以跟着自己喜欢的口味加哦。我们今天加多少？我们放两汤匙的仙女牌豆酱啊。之前有跟大家一起分享过煮这个豆酱焖苦瓜猪肉，是然后翻炒哦，翻炒应该很多粉丝会有期待，等一下。好，加多一汤匙，三汤匙的豆酱。刚才师妹走去旁边帮继续拿东西哦，没有看到呢，什么问题？
这个是猪颈肉一公斤，有穿烫的。我们有穿烫猪颈肉才下锅。我们先爆香蒜泥，然后呢，把穿烫好的猪颈肉呢，我们下锅炒香，加了三汤匙的豆酱哦，然后下锅炒香。猪掌是否素 only 吗？哦，不是煮汤，不是煮汤。这是把那个猪脚的上，这在猪脚的大腿那边的肉。因为哦，他哎，粉丝问你，怎么煮这样多？因为哦，安哥讲要特别拿给吴妹吃的，为什么吗？因为吴妹喜欢吃苦瓜，吴妹超期待吃苦瓜。小苦瓜拿来焖也很好吃耶，有些人不敢吃苦瓜，但是我最爱。是，嗯，我们跟你一样，你很爱吃苦瓜。吴妹很喜欢哦，从小到大哦，她会在安弟秀旁边一直偷拿那个生吃苦瓜，她吃生的，吃生的。然后四妹呢，没有像她这样会吃生的。放完好，我们现在呢，里面有500 ml 的水啊，用碎的豆酱也可以哦，可以，我们先用可以的。是多少的水呢？两杯。我们放了500 ml 的水在里面烧热哦，然后把炒香好的猪颈肉呢下锅，要焖煮对吗？对，要焖煮。先把猪肉焖一下，给它软煎。对。猪颈肉啊，全部加入在锅里面，里面有500 ml 的水，然后炒香的猪颈肉呢，全部下锅。喜欢吃豆酱焖苦瓜猪肉粉丝们呢，可以去买苦瓜买猪肉啦，然后呢，跟那个酱豆酱呢一起煮。这个豆瓣酱跟豆酱黄豆酱是一样的吗？一样，一样的哦。你可以买颗粒的也可以，你或者是买碎的也可以哦，都好吃哦。哇，你看，而且豆酱我发现到了，跟江鱼仔一起炒是很好吃。好，加到完了。苦瓜焖对，豆酱焖苦瓜猪肉啊，昨天就是跟台珍大家讲这道菜，今天就在线上做了。我先把那个拎给你们啊，顺便关一下声音先。大家放完好，放完好。仙女牌是老字号，从呢1945年到现在了，比四妹还老，比安迪秀还老，比安哥还老。全部啊，全部放了啊。全部放了啊。嗯，你说你要跟你的主景都讲话一下。安迪秀可爱，还跟主景都讲。放等下又一个没有放。好了，可以蘸牛奶再放最后。然后苦瓜也是后面放对吗？啊，因为肉要给它绵。我们现在熄火放气压锅要煮多久呢？要煮个10分钟。10分钟，气压锅焖煮10分钟。好，现在要准备什么？把菜炒起来先，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就煮。给我先煮了，煮鸡蛋。啊，对，把鸡肉煮起来。好，来煮鸡肉喽。酱油鸡来了，我们现在看到吗？然后它的这个奖品银奖呢，很简单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再找那个 link， 然后可以跟大献给大家。我找一下，放在纸里试试看可以吗？哦，把那个 link 献给你们了。那个有奖游戏，它是特别呢做国庆的活动哦，从15号开始。然后我该把那个 link 呢放在指令信息啊，我要讲打那个呆的啊，等我一下子。好了，来，我们先准备那个，我把鸡准备起来，对，鸡腿用什么腌？我们有放了2汤匙生抽，还有呢4量的晒油。刚刚进来的粉丝们不用担心哦，安迪秀才刚刚呢要进入我们的香焖酱油鸡，姜还没有放哈、啊，没有，姜放鸡肉了。哦，姜是鸡肉的，谢谢青青的提醒。苦瓜没有，苦瓜我们放蒜米片。那蒜米跟那个豆瓣酱。对，来，这个要拿
要不你各十分钟啊？分十分钟啊，我们一起计算时间啊，调时间了啊，要焖到6:33哦。新加坡 can 做嘛？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哦，看新加坡现在也是有做促销，有粉丝跟我们分享。傍晚好，傍晚好。今天我还看到班长拍一个 Angel 的，他应该是找到了，找到他要的那个酱料了。好，我们现在要烧热锅，把什么先炒起来？哪个？先把姜片爆香哦，是没退后一点点。那必须有够位置放哦，这样这个我放旁边先。放完好，大家放完好啊。姜片哦，谢谢刚才晴晴特别呢分提醒我们，我们爆香姜片，要把这个香焖酱油鸡煮起来了，香哦，它的那个姜的味道，爆香啊！大家记得呢，在煮饭的时候注意油温哦，尤其是有水的时候啊，它会溅起来。大家要注意安全啊！好，香焖酱油鸡，这道菜是小时候呢，师妹哦，小小的时候就吃这道菜了，是我们小时候的家里人的回忆来的。这个是36cm 的银河锅，我们在 AO 买的。我们之前买499哦，现在有做 offer， 你们可以去拉锅妹的 link 看啊。好，爆香了姜片。是，必须会煮，然后蒜米爆香。喜欢吃香焖酱油鸡的粉丝们呢，可以尝试这道菜哦。你只是需要有生抽，还有晒油呢，就可以煮备这道菜了。然后我们爆香，姜片、蒜米片，快点看火点嘛。36cm， 对，进来的新粉丝们呢，欢迎来到安迪叔叔大家庭哦。如果有任何呢疑问呢，可以问一下我们线上的学长们，然后他们让你帮你一一解答。然后呢，爆香了姜片、蒜米片。刚才煮什么啊？刚才呢，我们豆酱焖苦瓜猪肉哦。现在呢，准备呢香焖酱油鸡。小时候呢，安迪秀哦很赶时间，他就准备了这个酱油，配搭上晒油哦，然后呢准备这道鸡给我们一家人吃。然后我们把葱段呢下锅，把葱段下锅炒香，爆香它。傍晚好，大家傍晚好。这个是老姜吗？不是。不是哦，普通的姜，普通姜，普通姜。好了，爆姜、姜片、蒜米片，还有葱蒜。阿哥会切根子哦，美女会讲对吗？是，师妹是开口要煮什么菜？妈咪，你记得煮这个，妈咪你记得煮那个，然后会帮他找回以前小时候吃的菜出来给他。师妹做智囊团比较好，比较适合做智囊团。班长，我今天看到你自己跑去买仙女牌哦，有 offer 是吗？新加坡有 offer 吗？马来西亚哦，有做那个国庆活动哦，仙女牌有做国庆活动。哦，那个一汤匙的冰糖啊。我们加入呢一汤匙的冰糖。这个鸡是四个。两次。这个是走地鸡。好，走地鸡啊。四个大鸡腿，师妹声音好听啊！谢谢大家，我相信我的声音大家听了会醒一下，不然就是吓到一下。假的。Andy Shu 有教学很好哦，每一道菜太幸福了，有你真好。师妹有会煮的妈妈煮好料哦，一家人幸福哦。
大家加油哦，可以在家里喝一汤匙的冰糖给它融啊。我们一汤匙的冰糖给它溶解哦。要是不够，等下有饭加。啊，谢谢啊，融一下。粉丝讲可以放文东姜，也很香哦。文东姜好辣。班长讲我没有 offer， 只是意外找到仙女牌。班长，那你有把仙女带回家吗？冰糖是自己搅碎吗？是。对对对对，自己加工的啦。今天两道肉的饭很下饭哦，是。这个是小时候呢师妹吃的哦，我们家一家大小呢都会吃这道菜，酱油鸡，香焖酱油鸡。可以跟粉丝们分享哦，哪里找得到哦？很多粉丝都在找。好漂亮哦，那个鸡腿。你那个鸡腿很抢色哎。四个走地鸡啊，鸡腿啊，大鸡腿。这个走地鸡哪里买呢？是啊，干蹦哦。干蹦哦，哪里都有哎。哪里？这个在之前呢，他们帮我们买出来的，有放一汤匙的冰糖哦，然后溶解。然后才把刚才呢上色好的酱油鸡呢下锅，好漂亮啊！师妹小时候是很有口福了，可是安迪是想说，这么我女儿养不胖，我吃比较胖一点。可能是我见他色他的尾巴了。是安迪没帮我们吃菜尾了。尾巴，可是爸爸都没有胖过哦。看上色了是很漂亮，很漂亮啊！你们一定要把这道菜呢学起来哦，这道菜要学起来，而且这道菜呢可以跟小朋友们分享哦，以后他大了就像师妹这样哦，会想念这个味道哎，因为外面做的酱它的酱油还有那个晒油倒下去，有鸡腿呢，我们刚才穿烫过哦，有快速的过热水，然后呢加两汤匙的仙女牌生抽，看得到吗？我们加两汤匙的仙女牌生抽，然后呢加适量的晒油哦，然后让它上色。我们放两杯水哦，两杯水500ml 的水啊，鸡腿颜色好美哦，有上色感。这个是走地鸡，我们放500ml 的水。然后要焖煮它，对不对？等一下我再调色。好，等一下我们还要调色多一次的。这颜色好漂亮耶。你有烫到热水哦，你抹那个黑酱上去，它比较上色。上色。嗯。要不然它水水哦，你煮了它一定要褪掉。道菜好吃哦，大家加油啊！这个很简单。它这道菜简单，最重要有晒油跟生抽。仙女牌的咸度是大咸吗？啊，它蛮咸。它蛮咸的，所以呢，所以刚才我差不多两汤匙而已。好了，两汤，我再调过，等一下再放。这个时候这里没有放盐吗？没有放盐呢，我们放酱油锅就没有放盐的。Authentic， 对，所以说说后类啊，要干蹦哦，是。谢谢大家分享哦。该加了两汤匙。好，我们现在加多少调味呢？我们加一汤匙的仙女牌生抽调味哦，一汤匙仙女牌生抽调味。那没有再加盐了啊？没有加盐了，我们只放生抽跟晒油而已。给它颜色。然后再加适量的盐，然后我们加适量的仙女牌晒油，给它上色哦。要焖多久呢？焖点肉软进去。嗯，等一下我们安迪就教我们看这个肉怎样知道熟了。这个比较快了，这种烤地鸡会很老。会很老。So big the leg, later need to cut 嘛。应该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小时候这样子撕开来吃。撕来吃是那个什么快感啊，就是很像你吃那个 KFC 这样吃鸡腿，拿住手这样子那种感觉，我们小时候就喜欢这样子吃。然后以前我就跟妹妹 share 一个，大了妹妹就吃一个。香哦，等一下我跟你讲，他们会加饭。香焖酱油鸡可以帮我写，可以帮我写英文上来吗？香焖酱油鸡没有吧？哇，
可以吗？香焖酱油鸡，英文哦，帮我写上来哦。够黑吧？够黑吗？够黑吗？够黑不？够黑。嗯。用板给，你可以加晒油，不用紧。可以加。焖749天，要焖多久？等一下我们焖到呢，它的这个鸡腿呢软就可以了。等一下软就可以了。等一下阿弟秀教你们怎样看哦，这个鸡腿是软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买到大鸡腿，有些人买到小鸡腿。通常呢，这样子的鸡肉呢，阿弟秀都会焖大概是5到10分钟，然后会去看一下它到底煮到怎样了。有，谢谢冲帮我写上来。来跟他淋那个，淋什么？那个是要拿冻上。好，阿棒可以吃一个鸡腿，是。阿棒可以吃一个。这道菜我觉得龙哥好像没有吃过哎，龙哥应该没有吃过。我调火一下啊，不要太大火。不要太大火。不要水干掉。水干掉哦。你很恐怖的，这样恐。好了，要焖煮啊，因为我们现在要看。这边关火了。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我们的苦瓜了，要加苦瓜。苦瓜了。要开苦瓜了，你熄火了吗？我刚才没有熄，刚才亮。All game, all game， 不是很期待你的那个酱油鸡。应该有不多少。他们应该等下不要看你炒菜了，只看你的鸡嘞。天井安迪秀，等下可以关播再炒菜。Hello， 问一下安迪秀，妈咪这道菜你跟谁学的哦？炒菜呀。哎，我的妈咪去哪里啊？因为他以前要快，做工回来要快。然后我把那个。妈咪走太远了，安迪秀，听没有你的声音。对，以前做工回来，我们家里那边的酱油是比较带甜的，所以我们回来就是可能被你们倒下去，然后放点酱油就是盖住了，粉刺了。就是这样子盖到完，像现在这样子啊。这样其实很多在有工作的父母、哦、都可以准备这道菜。哎，它会比较快，而且它是简单的酱料呢，就可以煮这道菜了。对。谁叫你煮这道菜哦？够黑吗？够啦，够黑。谁叫你煮这道菜？这个啊，应该每个人都会啦。应该每个人都会哦。讲一下，问一下就会了哦。粉丝看一次也会了。对。明天可以煮啦，买走地鸡。你要放五香吗？不用了。不用哦，已经很香的那个。生抽的味道了，对啊 ，OK， 可以加一点晒油哎，其实，加上色更美哦。用鸡腿起骨的可以吗？可以啦，可是要有骨比较香哎。有骨比较香也是可以，可是要骨比较香。该 Rini 帮我写上来喽，有 Rini 帮我写上来 ，Rich 写到英文了，你们可以去重播看食谱哦。如果呢找不到重播没有关系哦，可以。去 Telegram 或者是 WhatsApp 师妹啊，师妹 set 那个 Telegram 给你们啊。这道菜满满的小时候回忆。也可以这样打开了，然后给它淋一下，淋一下。嗯。把我的 WhatsApp 给你们啊。I got my chicken. I can try to cook.加油加油，大家勇于尝试，勇于尝试这道菜。我把我的 WhatsApp 还有 Telegram 呢给大家，然后大家呢粉丝们呢其实去登录 Telegram 会比较好，你可以看回之前的那些食谱哦，之前的食谱可以找得到。粉丝也是跟我讲 Telegram 比较方便哦，可以直接看完全部的食谱。好，我也把 Telegram 给你们，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把这个气压锅打开了。它倒出来吗？在里面吗？在倒出来吗？跟苦瓜一起焖。我们现在倒出来呀、啊，倒出来，豆酱焖苦瓜猪肉煎超下饭的，超下饭的。豆酱。重播有 Telegram 也有，重播 Telegram 都有 ，WhatsApp 也是会有哦，所以。有些粉丝跟我讲，最近收不到 WhatsApp 没有关系哦，你可以直接加入 Telegram 啊。看我发给你们。然后记得呢，大家呢用到仙女牌的酱料呢，煮到任何一道菜哦，一定要拍起来。你
可以煮你小时候回忆的菜，然后呢把一张照片 po 上去，然后教你们怎样子弄啊。我们先让安迪秀呢把这个焖煮好的猪颈肉呢上砂锅，小心烫，爸爸修修，爸爸比较快，看懂，爸爸是快的，直接倒。好了，可以了。然后我们要加苦瓜，四条苦瓜切成丁状哦，条状、啊、算丁啊，我们一条很长，断切断，切断状，切丁状，丁状比较容易。傍晚好，大家加油哦！尝试这道菜，两道呢香喷喷的菜。然后这边苦瓜粉丝一看，他眼睛大力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多苦瓜？因为最近苦瓜 offer 可以吗？可以，可以。妈咪，为什么？因为苦瓜会变小，等一下煮一下它就会变小了。要给它盖一下吗？要给它盖一下再加。奇怪哦，苦瓜焖一下会变缩水这样哦。菜吗？哦，菜都会缩水啊。What's the name this chicken called 啊？有跟粉丝写下来，帮我写上来多一次啊，帮我写上来多一次。是爸爸每次都有帮妈咪哦，24孝爸爸跟24孝老公。看我们的，有那个酱油味道很香，妈咪。我们盖锅了，砂锅盖锅，很香。然后妈咪呢会一直把旁边的酱汁呢一直淋上去哦，给它入味。我这边旁边嗅到是很香很香的那个，很香很香的那个酱油的味道。五妹，你的 favorite 啊，有苦瓜，爸爸想要煮多一点给你带来给你吃啊。我们喜欢吃苦瓜，你哥想要留一点给五妹吃，明天带给五妹吃。我们淋上去 ，the clay pot 是4 liter 的 clay pot， 4 liter 啊，酱鱼仔粉呢，你可以直接去 Billy's King 那边买哦，跟 Billy's King 买，我现在呢，先把这个发给你们哦。因为怕等一下粉丝呢要参加的时候不懂要怎样子按，也是没点时间啊。好，你刚才呢一按进去那个 link 的时候对吗？你就会看到他的这个 page 啊，看到吗？仙女牌的 page 哦。然后呢他这边就写了回忆美好时刻，他这里呢礼包里面呢它有准备20份哦，包括那个手作品牌的便当包，然后里面呢还有包括了370ml 的生抽，370ml 的晒油，还有呢面配套哦，福仙面配套，还有呢熊妈手作包，就是给你们看到那个很漂亮的，看到吗？看得到哦，熊妈那个很漂亮。然后怎样参加呢？你就拍摄一张勾起你美好回忆的菜肴，里面要有仙女牌的产品出现在照片啊。然后呢上转到你的 Facebook 标记 Angel Taste of Memory， 记得要把帖文设置为公开以便我们查看，在此文评论区留言让我们知道你已经完成以上步骤即可。8月15到9月30号，加油加油，大家积极参加。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香焖酱油鸡，上色了，妈咪，哦，它上色了，这锅够很好，这锅够大，够大容易煮。然后这个酱香焖酱油鸡呢，还有豆酱焖苦瓜猪肉呢，明天早上师妹会上转啊，你们不用担心，师妹需要点时间写食谱给你们。放完好，焖鸡的酱汁够吗？够，等一下给它干，等一下要给它干哦，煮干水。
满，这个满了哦，一定要翻一下。对，爹在翻着他的苦瓜，他要浇。爹要焖这个香香的苦瓜。我们去看南地区一下，没有它的颜色，真的没有。Pretty, can see you 了。证明南地区把这个锅洗到很亮是吗？它还有洗干粉哎。盖子不要不用了。You wear blue shirt 是。明天会发，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江一仔粉 ，Billy's King 有 ，Billy's King 有。After makan this ayam, can run faster 了。放完好，大家放完好。你看它上色了，是不是煮到它全熟就可以了？嗯，对。来，必须要试一下。哪个辣椒酱好辣，好吃。这个辣椒辣，很辣，很辣。喜欢很辣的粉丝们可以去买来 try。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等一下的 dishu 呢，怎样 test 这个鸡是熟的。啊，这个很快熟的啦，很快哦，会很老。因为它真的是走地鸡哦。你们可以去 Telegram， 对，可以加蛋哦。不是还不要，这个不要加蛋。我们真的没有加蛋，就是真的是吃香焖酱油鸡的那个原味哦。把这个给你们 Telegram， 你们可以加入 Telegram 呢，拿食谱，也可以 WhatsApp 师妹拿食谱哦。明天早上会发，明天早上给师妹晚上写完食谱先啊，没有这么快啊。很想吃你煮的鸡腿，生抽是咸的吗？对，咸的。咸的，对。甜的我放冰糖，有放冰糖哦。来看一下，噔噔，看到吞口水。这个要，我是看到吞口水，明明看到流口水。这个要推一下，不然下面怕它焦掉。班长粘坏嘞，班长讲那个生抽是酸甜的，哪里有酸？有变。This onion only walk on floor 啊 ，cannot fly 啊。班长会跟大家很有幽默的跟大家开玩笑的。焖煮它。我要等一下，要不然等一下它会黏我。对，焖到软哦。会粘住。可以看辣哦，你们要看什么辣椒哈？去哪里？我帮他有调这个。来，这是什么？我等一下要粘鸡肉去了，看我先盘一下。你这个长条的酱，我刚才把那个酱油啊、麻油啊、辣椒啊，还有那个酸干。啊，弟兄还特别自己酱油，里面有辣椒适量哦，麻油、酱油，还有酸干自己调，还有冰糖自己调自己喜欢的。下次叫弟兄现场示范啊，今天就不示范了。那边有啊，等一下你们可以拿。I'm so hungry now。 我们面颜色很美，越来越美。干了。反正它要煮到它松弛哦，有点松弛这样子。因为那个鸡腿呢，它会松弛。这个它是四汤匙的酱油。生抽了，四汤匙生抽。然后一适量的晒油。不是那个冰糖。冰糖一汤匙。差不多了，混合了，它的咸度甜度差不多。我给你们 WhatsApp， 然后呢，再给你们 Telegram。明天早上才发，明天师妹才发出来，因为晚上要时间写食谱。而且我觉得它颜色美，颜色对，你看它上色啊。等下我们来试一下，看这个鸡腿样子，看到是熟的。这很快熟的啦。现在煮这个哦，跟我一样。现在在吃这个，加油啊！我聊。这个是鸡，香焖酱油鸡。
可以看辣椒酱吗？比方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我感觉我没看到你的那个信息。这个是他那天寄来的，昨天寄来的，1945年，仙女牌是这个哦，仙女喜辣蘸酱辣椒酱，对，它是这样子一支哦，然后里面有445g 哦。我们去看一下，好比好价，看一下，那苦瓜没？哎，真的是那苦瓜籽籽那边少掉哎。对，它会出水。它会出水。这个哦，带一点咸甜，这个就比较咸。啊，弟兄你太快哦，看没有。这个绿的哦，它带咸甜。你不要转这样快，我还没有 focus 啊，可以啊。这个绿的它是咸甜带一点甜啊，红色罐子啊，你看啊，这个绿的，红色盖子是绿的，所以它带一点甜味。这个呢，这个酱的碎的啊，然后它就是咸的，它没有酱带酱甜啊，所以这个哦拿来炒姜鱼仔啊 ，OK， 这姜鱼仔好吃，一定好吃，没你厉害讲，你刚冲好凉啊，是师妹快点冲凉。就下来的，这个酱鱼鸡有加水吗？其实没有，真正有啊，大概加500ml 的水。因为这个是跑店鸡要加。对，新加坡有，你去外马哥都找得到。问一下班长，你那个鲜抽在哪里看到？很多粉丝在找。陶瓷锅你要找拉锅妹买啊，拉锅妹。找一下信息啊，你看它开始上色了，越上它的颜色就越漂亮哦。对，大家第一次煮的时候呢，你看安迪叔就是这样子呢，要很有耐心哦，就是慢慢的去看它翻它，然后让它上色哦。我把拉锅妹的拎给你们啊，还有一个是 Venice King 哦，还有粉丝问，这个砂锅是拉锅妹的，三两，然后还有 Venice King， 你要闷一下，然后打开一下，给它冲一个凉一下。啊，你拿生抽，给它做 SPA 一下。对，你生抽还有呢，酱油，生抽和那个晒油哦，跟它。淋上黑滋滋的 SPA， 它冲凉凉会变 OGI 吗？好假啊，很香耶，妈咪那个味道，那个酱油味道很香。班长你在哪里看到那个仙女牌晒油啊？粉丝问哦。这个啊，我们今天6+2姜鱼仔的 link 发了，有看到吗？鸡熟啊，对，等下继续就是给它淋上了，给它上色，然后就差不多要熟了。肉很快熟的啦。肉很快，鸡肉很快。猪肉就比较慢。猪肉刚才我又要用气压，我先给它压一下，要不然等下肉咬不断。真的是哦，它的那个苦瓜会缩水。这个鸡肉要煮多久？大概呢，差不多你这样子慢慢的给它上色，翻煮呢，大概15到20分钟要哦。应该15分钟可以。啊，这个煮鸡肉，猪肉呢？要是你那个什么鸡啊？卤鸡腿吗？酱油鸡，香焖酱油鸡。每个粉丝都很想去 try 这个、PayPal 你如果在新加坡你可以 OGBHC 都找得到，如果呢马来西亚粉丝们呢可以上网购买哦。要是你们有时间哦，把那个酱油跟它腌住了来做比较入味，那里面就比较会咸进去啊，把酱油跟它腌一下才来煮。砂锅是你的，是拉锅妹送的，然后这个是在 AOMO 买的，你们可以去 AOMO 找。
学起来哦。这道菜呢是师妹小时候呢安迪是我一做工回来赶着煮的。那一下子就 OK 了，看上色了，没发现那个水变少了，那个酱变少了。谢谢库帮我写上来 ，Major Shopping Mall 都找得到。这个啊，我们今天六加二，两个人打包。哎没有，就一个人打包。打包，他们两个回去。六加一。我两个回去了。因为小贵回家了，然后呢，七妹回麻坡打针。这边没有下雨，没有下雨，我们这里只是阴天，还没有下大雨。安迪很怕煮的，安迪是不变，要回家。安迪怕煮饭的。可是以前为了要省多一点钱，以前孩子一大群，不可以打包回单行，回单行赚钱辛苦，赚钱辛苦就要会自己煮。所以就是煮了一窝熟，每个人吃。豆酱焖苦瓜猪肉哦，刚才那个是生抽跟晒油酱，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豆酱焖苦瓜猪肉，你看到吗？会很咸吗？我给它焖了先哦，焖了才调味。给它轮一下，它还没有对。安哥特别哦，把这个苦瓜煮多一点，因为要给五妹。他煮四条给他吃。他要给五妹打包的，明天要打包去给五妹吃的。阿田喜欢。我妹妹叫阿田，甜甜。那个甜甜甜品的甜。甜品的甜。我也他很喜欢甜。甜品。然后看到我们这样子拉。明天也是，我跟表妹妹明天就跑去买鸡肉煮这个。这个应该煮熟和十五分钟都 OK 了。那个鸡肉很快。哦，它是西游鸡的声音，西游鸡的声音，我帮你们开小。开小一点。一点没有大的。开小一点。西游鸡的声音、啊。好像在外面开。因为师妹有放那个麦哦，所以她会把西游鸡的声音收进来。很美啊，这个上色了，很漂亮的。它差不多熟了的安迪秀呢，它是用差不多熟了哦。安迪秀是用小火慢慢的煮它，不是大火，小火。我看它的那个颜色美。明明会不会跑去买？大家应该会跑去买鸡了，粉丝们会跑去买鸡了。对，这个容易煮。有，我们四个鸡腿，七个人吃够的。今天两个回家了。嗯。七妹去打针。它有不粘涂层两年无人地哦，拉锅妹的锅，银河锅，龙哥打包啊，啊，必须用小火慢慢的焖煮。刚才用中火，现在用小火了，要不然要超额打了，是，要焦了。然后中火，刚才中火慢慢的。刚才是中火，现在要干了，不要中，来不要大。粉丝想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它是熟了。熟了的啊，它熟了哦，鸡肉很快的啊，嗯，猪肉就不会有，猪肉鸡肉翻过来焖吗？对，我们也是，我们一直这样子前后一直翻、哦。鸭肉也是很久，嗯，鸭肉应该更久了。鸭肉，我先讲，我也是甜，五妹是甜品的甜，所以为什么叫甜品时间？它真的是名字里面一个甜品的甜。这个鸡肉哦，它会很老，所以它很快。我们这样子排，这样排排坐。它很快，很快熟啊！你把那个筷子哦，看啊，筷子这样子，嘿，它很快的，啊，下子下去了，看，咚，啊，下完下去就是熟了，没有，不会再流血水了，啊，没有，这个是养的那个好地，上色漂亮，一下子好了啊，好了，我们等下熄火咯。我们今天会煮到比较久，其实是那个豆酱焖苦瓜猪肉，我还以为这个会比较久，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苦瓜，这个苦瓜要不你要冷才好吃。哦，吉隆坡下整天雨哦，我们这边它天阴阴，然后下一点毛毛雨这样。这个苦瓜要冷才好吃，没有冷不好吃的。是鸡腿收缩就熟了，谢谢 Peggy 分享，爱吃的鸡腿。对，我们可以去关这个火。苦瓜需要用盐洗吗？没有，我们喜欢那个。如果你怕很苦，灭了，关火啊！你熄火了，把火关住了，熄火了。如果你怕呢，苦瓜很苦的话呢，你可以用盐水，你可以抓盐洗。我们通常很喜欢那个苦瓜的苦味哦，所以就没有抓盐洗。我发现连现在哦，连龙哥哦开始煮的时候哦，
然后龙哥也是习惯吃的苦。哎，你不是一个33岁，来，33岁的锅，可以切小块吗？比较快入味。可以可以。可是就切小块，等一下肉会大人会柴柴呀、啊。嗯，两杯水。对。最好是一次整次放下去更好。嗯，两杯水。都要摆美美在上面，水水啊。苦瓜们这样多，这样大锅吃得完吗？有，他们吃得完，特别要留一点点那个，留给。这有一个多多的大小个啊。也有差不多，只是它的那个角度的关系。没有这么多。因为我要拍那个，所以把你移来移去。今天刚好垫上去四个，拍下来这样子拍拍做就没了啊。这样。一个长的。啊、哦，是长的。可是它两个不像脚诶，不像脚诶。对呀、啊。不一样脚嘞，这样子哦，1、2、3、4，香啊的那个酱油味道很强。哦，啊对哦，你这样子刚好对住吗？没有，它不一样脚。北腿胸肥，北腿胸肥，北腿胸肘。苦瓜是哪一？苦瓜肉是猪颈肉，我们该用猪颈肉来煮。那个大腿上大腿的肉，那个猪脚上去的肉。小心烫啊！然后一个大一个小哎。没有，这个应该是跟这一起的。可以可以可以，对。要紧完毕。可以可以可以，没有关系，可以。知道了。把大的先下，第二摆美美了。嘿，好了，我们今天的香焖酱油鸡颜色很漂亮哦，想念哦。大菜呢，香香的那个酱油的很香。大家加油啊，在家里呢可以煮这道菜哦，跟家人们分享。 With mushroom also nice with drumstick。 来，我们要诶，爸爸拿一个来拿那个酱，对，拿一个酱汁。来呀，吃到吃到，这恐凤好吃，是没有？我也把它倒了。我们灵魂上去了。明天师妹会把食谱发出来啊，大家加油哦！希望你们呢赢取到呢仙女牌的国庆礼品哦。你只要用它的那个食材，然后煮了就拍一个照片去那边。然后记得要 tag 啊，要 tag 他，刚讲你 post 了啊，还要 tag 那个字啊，把那个 link 给你们一下。它颜色美，可以了。适量的葱丝，辣椒丝，全部辣椒上啊，爸爸。哦，青辣，我们撒上呢适量的红辣椒丝，还有青辣椒丝哦。没有砍，不用砍，快。等下他们用来撕，也用来撕，很好吃。这个是干蹦鸡吗？走地鸡哦，走地鸡。来，来拍照了，美美。大家了解，继续，要擦一下，擦一下，来，美美的，来，我们今天的香焖酱油鸡完成。
对，然后呢，先来看一下，来了，我们来看我们的苦瓜，哇，软了哦，苦瓜软了。爸爸把这个精华要准备起来，拿个碗，等一下还可以淋饭吃。那个酱油留起来啊，这个酱油哦，这个拿来淋饭，这个是全部精华的，拿来淋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苦瓜，这个要推下面啊，要不然等一下。这个蒜米好吃哦。今天煮两道菜，不对哦，香，汤汤，我要试一口一下，来试一下味道哦，看够不够味道了吗？爸爸小心看啊，修，爸爸修，关了，有妈妈煮好料哦。是，这个小时候呢，我捐2000啊，有两万啊，很够力。捐 K 就20000。二，我们的现在呢，苦瓜要好了，豆酱焖苦瓜猪肉。我们喜欢吃苦瓜，特别呢煮多一点苦瓜，明天可以带给五妹吃她的午饭哦，拿一个便当给她吃。来了，加调味料哦，加什么呢？我加一点蚝油。加多少蚝油？加一汤匙。我们加一汤匙的仙女牌蚝油。加一汤匙仙女牌蚝油哦，一汤匙。加生抽多少？一汤匙的生抽，适量的仙女牌晒油。冰糖呢？一茶匙的冰糖。然后我们翻炒均匀就可以了。它这个已经熟了哦，你看到吗？差不多了，已经熟了。我们刚才呢用中火慢慢的焖煮它，应该很入味了。大家很有耐心，我看必须煮了一个小时多。哎，这些菜色哦，都是我们小时候呢，满满的回忆，都爱吃的那个佳肴。所以以前必须做完工回来呢，他就会开那个气压锅这样子焖煮，就很快。好，调味好哦。看它的食材。这个苦瓜呢，喜欢吃苦瓜的粉丝们可以尝试煮。这个苦瓜不会苦啦，因为它的花都开到很开了。如果你很怕苦瓜很苦的话，你可以洗盐哦。不是洗盐不香。如果真的很怕苦，我们选那个苦瓜越苦越好吃。对。哎，哇！现在它软下去就好软了，容易。焖一下煮，我开火给它焖一下。好，我们盖锅咯。盖锅焖一下就可以了。大家在家里调味呢，可以调你自己喜欢的咸度啊，都可以哦。那你调味一下，只能放锅。对，你慢慢的加，不用一次过加多。太咸，你加不了。来焖一下子，
要是尽量大家，他讲要戴口罩。这个是猪颈肉，苦一点好吃。现在有人跟我们一样，粉丝们跟我们一样。对哦，都很久没有煮这道菜哦。豆浆的苦瓜猪肉。两天就可以温那个鸡肉，豆瓣酱焖鸡肉。哇，妈咪。因为很多苦瓜。豆瓣酱焖鸡肉啊。阿弟秀，很多买了4条苦瓜回来煮，你讲嘞？便宜啊，一条快9000啊，还买10条。对啦，贵很贵。哇，粉丝有耐性耶。这个好吃。这个好吃。这个吃不完，明天下午又可以吃。你是这个是焖越久越入味的。对。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我们要熄火了。冰糖是粉末，我们有自己嚼。也有，我们自己嚼，要不然一颗一颗很难做菜，很难融啊。嗯，很必须自己嚼。我过去了没啦？拿来熄火一下。你移过来喽，你不要拿，也很烫。好吃到没有朋友了。好吃。今天多焖一条。来。开锅，我们一把盖住，看没有，小心烫啊！我们拍个照片就好了。会，熄火了。我们今天的豆酱焖苦瓜猪肉完成哦，因为很烫哦，这样必须不要拿着拍，危险。来，最后呢，弟兄呢？这个下去要去中它，要不然等下它会。嗯，因为这个砂锅有余温哦，大家注意啊。这砂锅会有余温。他们喜欢有这个。来，最后呢，我们让安弟秀跟我们一起做招牌动作。拜拜，叮叮。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拜拜。我们今天呢，有小时候爱吃的豆酱焖苦瓜猪。肉，还有豆酱焖苦瓜猪肉，还有呢，小时候的味道，香焖酱油鸡。